热爱105度的你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名字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听过这首歌，真的很好听。唱一个。好，我不太，因为这歌好像还挺难唱的，我不太记得怎么唱了啊。要不你们先教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先唱一遍，教我一下，然后我再唱一遍好不好？我把话筒递到前面来。3、2、1。好，两句够了，只能学两句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是吧？差不多是这样吧。OK。